第二种，它的横法，这个点啊，虽然是化简为线，终究它不长，线形啊不够长。那么在这个横当中，我想啊，要把石门颂它这个纵一的效果体现出来，得要抓住一些长笔道。 长横长折长竖，那么咱们对横法的技法的形容是什么呢？劲拔纵逸。咱们放大一点看看这个字，啊，所以张祖义讲啊，胆怯者不能学。你看你这有到这儿，咱们一般也就觉得差不多了，能到这儿来吗？ 势很足，那么尤其什么呢？从头至尾一以贯之，力量不弱，这一点更难得，是吧？纵逸这种力度，那么给大家提个建议，行笔过程当中力量要能锁住，不能松懈。那么咱们往往会出现的什么问题呢？为了过于求得笔画这个形态的漂亮，哎，我这儿出点飞白。 是吧？这儿我想给他来一点这个小的技巧，那么出现什么呢？出现力量的松懈，力量是最根本的问题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不狂野，什么叫不狂野？那么有些同学为了追求最后这个效果，哎，很纵逸效果，那我这笔画我就出界了，直接就出去了。那么恐怕这个效果也达不到。你看，当收之处，他给他收住了。 一波三折，力量很强，力量很强。这是一个总的一个特征。第一点，第二个，啊，为了强调行笔过程当中流畅感，啊，或者说这个也是和它龛刻体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它这个竹字笔之间，竹笔波折痕，这些副笔之间，啊，它的粗细变化不大，粗细变化是不大的。 仍然是以有为例，你看，这是竹笔吧？这是次要笔画吧？没什么大的这种变化，很流畅。所以有人形容啊，这个石门颂什么呢？是隶中之草，隶中之草。我想这隶中之草不仅仅体现在它草艺，它很灵动潇洒的一方面。那么你看这些这粗细笔画这个变化，啊，不是特别大，也是可以作为这个。 一种体现，你看，像《自叙帖》里面传《怀素自叙帖》里面很多种笔画的处理，也有相类似的这种效果在这儿，啊，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。要求啊，咱们在书写时候对这个控笔能力啊，应该是大大去锤炼一下自己。那么现在一般来看，它的这个线形啊，中介线形呢，有这么两种。 一种是呈挺拔的直线，或者是弧线，这弧线不太明显。你比如说，这个，诸位还记得《曹全碑》当中这个有吗？啊，《曹全碑》的有波折很明显，粗细还是有变化的，对吧？那你看它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，而且中节里面这个中节呈现什么呢？那么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弧线。 弧线，但是这种弧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。你比如，你看像这个高，比较平缓，不是说很剧烈的，啊。那么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是呈一波三折的这种波状线。 一波三折的波状线，你看像这个五，像这个五，是吧？像这个上，略略带一些的波状线，但是同学们可以发现，像这一类波状线好像啊，仍然是以直为主，只是略略有一点点意思，是吧？你看，稍微有点。 上往下起伏之状，不是那么明显，非得要做这种样式，以直线为主。
还有一种波状线什么呢？这个波状的明线相对来说明显一些啊。你比如看这个字，悲，悲者除恶，悲字是吧？风骨之变是吧？这种变化，这种变化啊。但是相对来说，它这个线啊，主要以直为主，以直为主啊。所以咱们在写的时候呢，这种长线条不要过分去强调它的一种波折。那么如果说这种这个一波三折过于明显的话，容易啊把石门宋写软，它这种劲拔之气啊体现不出来了啊。给大家做个示范。略略有一些变化，是吧？但是很平，很平和。比较直的线。西夷涅槃的这个夷。弧线当中也以直为主。这是它的基本线型，以直为主，不管是弧线也好，波状线也好啊，当然有一些特例。这个横的起和收，横的起和收，咱们首先看它的这个起笔，起笔，石门宋它的横起笔一般呈现为什么状呢？圆尖状态。大家看这个五字。没有故意做方头的，是吧？圆尖，这个呢也是从他实际刊刻的这个情况出发，啊，因为这像有些笔画，它不可能是双刀出来的，只是单刀先进去，那么经过这个雨水啊，包括风沙的这个腐蚀之后啊，慢慢的略略有一些变圆的方面，以圆尖为主，那么有些时候呢是平的，有些时候冲上的，有些时候冲下的，冲下的。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提议，一个提议。那么像这些笔法，咱们在写的时候是宜轻不宜重。为什么呢？既然它是隶中之草，所以咱们在写这些笔画的起笔的时候，你考虑到的不是说这个笔画的问题，而应该考虑到什么呢？这些笔画的呼应问题，呼应问题。看下面两横啊，这过来了，你看，我写完这笔，我很自然，我可得考虑到它，对不对？我在这儿，我非得要做这么一个样式的话，那么气运就断了。好，接下来加上一竖，再来一个这个，看，从贯气的层面来看，没有问题。这两笔很连贯，气运连贯，啊，轻松的去处理这些关系。这是它的起啊，以圆尖为主，啊，以轻啊为主。那么它的收笔，收笔，咱们可以分成两类。第一种是什么呢？不戳那个燕尾的，没有燕尾的，没有这个折尾的。那么像这些笔画，往往是什么呢？
停笔收注，停笔收注，啊，比如说，你看像这些字，这个字，你看像这个难，难字，是吧？难字这个最后这个收笔，没有明显的燕尾，停住就可以了。而且用笔上啊也不宜过重，因为他强调什么？整个线型它粗细变化不明显，如果你到最后非得来一个很重的一个燕尾的话，肯定就不协调了。看，停住。停住，啊，没有过于重的这种笔触，没有过于重的这个笔触，像这些，那么也给大家提个醒，因为像这类的很好理解，是吧？我稍微收住行。那像这些怎么办？有些同学啊很急躁，到这些地方呢，往往会速度过快，想出一些飞白，但是过这些笔画如果过多的话，会让你这个字啊显得很躁。所以像这些收尾处是很见功力的地方。哎，你如何说又能收住，是吧？又含蓄，我又能有味道，我也显得不躁气，这个是需要锤炼的啊，锤炼的地方。这是它的一般的这个收笔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我就要出燕尾，是吧？我就想让它有微微上翘的感觉，那么怎么办？那么怎么办？它往往啊也有两种表现。一种什么呢？折尾很短，微微上翘，啊，有方圆变化，你看这个折线不长，对不对？不像咱们看的曹全碑，像类似这样啊，为了做出它的很漂亮的折尾，我提前要做工作啊，先往上，然后再往下，再往上打起来，有一个这个啊，缓慢的一个爬升。那你看它前半段啊，基本上没有，就是最后往上来一下，微微上翘，微微上翘，很古拙的一面，它都体现在这儿。以平为主，好，到这儿了，就那么点就够了，是吧？行简意句，那么咱们顺带可以说这种写法，你看到这儿结束了，那么很自然，它笔上的墨呀，肯定不会太多，对吧？到这个地方你绝对不能蘸墨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两笔相对来说笔触重一些，让这个石门颂啊点如线，是吧？并不是说让它所有的笔画都不是说粗细一样，那就没有艺术感了，还是有略有轻重的。那么到这儿，我通过这个去把这个它的一个重的笔画我给它破掉了，是吧？由轻到重，最后收住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很大胆的啊，哪一种呢？折尾很长的，很古拙的，像这一类的。那么像这种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在这儿提前从这儿，你看从这儿有一个，到这儿有个，在这儿再有一个啊，多次啊出现这种折点。
好，到这儿，你看这儿有一个，那么这个线我就让它直一些，有曲必有直。术法，术法。首先，人家说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特点啊，这个在古代书论当中啊，对于术啊有很多种形容，是吧？术要像什么呢？应该是如万岁之枯藤，很苍劲。那么对术的啊，它的一个笔法特征，用一个字概括，什么叫勒啊？勒马，勒马。言下之意啊，你在书写过程当中，你说如果我不加控制的话，这不也是艺术吗？很飘，对不对？我这也是艺术啊，很飘。那么应该如何呢？笔想往下走，但是你手给它控制住了，你手就好像一根无形的缰绳一样，能够勒住，勒住笔势。勒住笔势，所以叫束勒，束勒。那么我想啊，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十门颂的书写过程当中啊，这点也是需要大家细心体会的一面。不宜让笔速过快，有一种什么效果呢？啊，屋漏，屋漏。那这个怎么会这样啊？同学说。这实际上啊，是和刊刻十门颂的文字情况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个时制不好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可以发现，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竖的笔画是很有意思。走着走着突然往这儿拐上了，走着走着突然往这儿拐上了，我这有点夸张啊，什么原因啊？故意追求这艺术效果，不是这样。这里面碰上一沙钉，是吧？这儿碰上一个。很硬的一个砂石，我这刀刻到这儿，我就刻不过去了，怎么划刀了？划到那边去了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那么当然，咱们写字的时候，你不能说这么划这么划，对吧？控制住它，控制住它，啊，呀，四个字啊，树勒屋漏之法，这是对它这个树啊总体质感的一种提炼。那么具体来看，是吧？它呢，这里面竖啊，咱们也可以分成起和收两种形态来看。起笔有这么几种，第一种叫什么呢？叫欲注。欲注。欲注。这玉柱当什么讲？柱当什么讲？筷子，玉做的筷子。那筷子它没有什么粗细，言下之意，看这个字"故”，这个笔画很有特点啊。上半部没有其他多余的笔画，那么只有它这个笔画突兀而起，突兀而起。那我怎么去处理它？如果说我用很细的笔道去写，压不住，力量不强，对吧？那么下面一些笔画，这个我可以略细一些，但是这些笔画我不能细。起笔用什么呢？这种预注的效果，让它有一种很厚重的啊这种味道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效果，啊。力量上去，在这儿我仍然可以给它上力量，这儿空了，啊，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种粗细的一种变化，啊，这是。